好，欢迎来到信息驿站，我是 Coco。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没有女人喜欢处男，男人或许都爱处女，但没有女人喜欢处男。虽然目前姐弟恋正大行其道，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对不成熟的男人可以网开一面。大部分的男人在他们的处男时期绝对是不讨喜的，浪漫的青春只属于少数天生好看的男孩子。一个男人不需要穿越时空，只需要多交几个女人，就能迅速积累上无数的经验。反正不同女孩间的差异绝不会像是猫跟狗的之间的一个差那么多，难怪稍微成熟一点的男人最喜欢用不耐烦的口吻说起女人嘛，还不都是那个样吗？女人基本都是同一物种，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女人贪心到什么地步吗？电视剧里新一代的男神通通不过是大学生的年纪，却好像拥有了读心术一般的了解女性。女的想见家长，他就说明天我妈要来，你们要不要见一见呢？女的想带她回家，他就恭恭敬敬，不卑不亢，犹如最出色的外交大使上门。女人幻想这一切成熟柔软都是男人的本能，只有你知道这其中要经历多少狼狈不堪，多少的艰难险阻，原谅这世上的另一种人类吧。他们原本就靠着幻想活着，而作为男人就该不怕麻烦，勇敢地跟世上所有的女性对谈。心灵鸡汤说，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女人描眉画目，穿高跟鞋下去扔垃圾，你就该连去便利店买瓶水的功夫都不忘搭讪女性，要尽快摆脱处男的影子，自己就要多下功夫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加点赞分享。